上的视频，我们获得了制作翅翼发射器所需要的材料与油。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做系列任务库珀取得任务，去飞船的孵化舱取出已经孵化好的库珀，然后为它取一个名字。取名后，我们还需要使它成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任务。此时的库珀还不能被我们装配，我们需要完成库珀取得任务，获得它的项圈，才能带它一起战斗。去星图导航开始库珀取得任务的下一阶段任务，在战斗中保护你的库珀。这是一个防御任务，防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库珀。我们要消灭蓝饭的敌人，并且保护库珀不被杀死。完成五波防御以后，任务完成，我们获得库珀的项圈作为奖励。到此，系列任务库珀取得任务就全部做完了。回到飞船后，前往军械库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带着库珀去战斗，而且也可以升级库珀的配卡，但此时的库珀并没有石回墨的，无法帮我们自动拾取烟袋掉落物，所以暂时我还是继续使用塔克箱。